线算是来过我们节目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而且那时候你是 PK， 算是 PK 高手，那個、对对，校园 PK 到谁？郑勋学长，李正勋，对。哦，但是再回来，我觉得就不太一样了。尤其这次我们还有这个学长带你，对。而且我们先讲一下哦、喔，就是所有的歌曲都是一样，有参赛者来选，学长来帮忙唱，先前面带他们，所以你们也是他们先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，你要选什么歌曲？张卫健的《你爱我像谁》。好，那我们从杜鹃唱起喽。我先唱，欢迎杜鹃伟。OK， 谢谢大家。三号的苏璇来自于淡江大学的演唱，欢迎苏璇。